我们也是极力反对李登辉去日本访问，但是日本政府接受李登辉访日，这说明也是对我们中国政府的一种挑衅行为，我们也不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。 应该阻止李登辉去日本去访问，因为那个台湾嘛，终归是咱们的一部分。他只能现在就说是一国两制，可以哈，就说，他去的目的呢，并不是说是，就说我觉得好像还是跟那个，怎么说呢？就说好像他去的目的呢，并不在于是，好就是看病啊或怎么着，我觉得还是，有些就是政治色彩。 他等于是不承认一个中国的这个了，所以我们觉得他违反一个中的原则。反正我觉得这是，就中国人不能接受的这个，嗯。